저미유미구야부제초미유미오비칫자미오오비미네卖规工拢想吃好么？办一寡正事要紧，正事的办不对过，头家，给我一碗刀削面。歹势人客官，我这什么面拢有，看你是要鸡啊、粗面、幼面、油面、米粉、糖粉拢有，就是无刀削面。为什么无刀削面？也都无，就是无啊，拄好卖完，无什么原因。头家是在地吗？哈哈，生意人四海为家。都市都嘛是在地，来来来来，今仔日上红送银，小菜必吃豆干免钱，见到朋友，今仔日就甲你交关一摊，多谢多谢。想袂到这块杨永军啊，见信用，见着武林顶尖的高手，竟然啊，我都将他击败。听说王姓刘家已经入侵十米如来宗总天的之手，你是讲公开庭前几天打出的消息吗？也有一件事，听讲明天有人要来打上消息急救的黑棒路。什么是黑棒？我也唔知，到时来去公开庭看就知咯。警戒线喽！喂，警戒线喽！通上，两个能靠，天下无人，为我不善。天下无人，为我不善呐、啊！你是咧怎么说？你要说谁？冲破黑板，经过千千年，为什么再度出现喽？讲清楚了，事情发生在福田乡。要靠我人协助维护母林的生存啊！位在新州当兵的母林，也就是过去玉天机甲东阳剑魂所在的区域，早起重新建设，重整母林的生态。大家拢在一个最希望的世界，当母林一尽逍遥自在，甲北固红霞有当比，逍遥无落平的故啊！当年燕山虎门燕主君啊！公立天下文武贤才，被公认为大武林最大的派门，正当众人准备推任为大武林明主，谁知影竟在一夜之间遭受灭门，数千名的高手啊没幸免，众人身心完整，但心不明。为了情人心不明，受害喽。后来大武林的公法庭啊。调集十大神捕，准备即个凶手。这十个人啊，该是当时最顶尖的高手。想袂到竟然出现了奸细，九代神捕的首级被挂在公法庭的门外。另外一人消息无踪，自首之后，当母林就无人敢再下场讨伐。这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之后的数年。当母林黑暗兵团，后来有人在公开庭的所在打上黑棒，宣称这黑暗就是所为，内容就是这八字。天下母林为我不善，应该是代表八人。后来黑棒莫名消失，黑暗嘛减少，再也无人记得了。那为什么你要记得？因为这是编剧爱我讲的。不过有一个真相点。自己把名公开，黑榜留名第三人，木法公主明珠救下。拜第三娘有什么了不起？这辈子应该不是用武功的关键来拜名，反正黑榜再开，就代表动手被害人，以及想利用黑榜杀人的野心家，包括这辈人本身，要经过母女吗？拢会再度被卷入一场风波之中。就这样说了，咱不去公开庭面迎一路，莫想惊。